善有二种，一个称名念佛是为善本，这一句要紧，千千万万要记住。我们行善，今天搞汉学院是行善，在我们自己的一生当中，这不是善本，啊，这是善心。我们有义务要帮助苦难众生，要帮助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不能在这个时候断绝。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能力，我们有这个认知，我要从培养小孩，要从儿童抓起，这叫扎根教育。啊，二三十岁进来的都是半路出家，半路出家的人习气很重，财色名利这四个关口，这 四大障碍，你能不能突破？你要不能突破，你就被淘汰掉了。啊，发心的人不少，被这个东西淘汰掉的人也不少，这我都看过，都看到。啊，我很痛心，看到了很可惜。啊，的确不错，古书念得很好，讲得很好，劝人头头是道，但是自己这四个关口没过去，最后都被淘汰掉。啊，逃到哪里去了？逃到三途卧倒去了，那多可怕！啊，所以佛教给我们学善学行，首先要把贪嗔痴慢疑这五个字放下。那我劝同学，我们才用真心，才清净。外面表现的努力学孔子，温良恭俭让，处事待人接物，你能把这五个字用上，人人都欢喜你，人人都愿意跟你在一起工作，啊，都赞叹你，都佩服你，啊，真正的好人，为人温和。啊，心要温和，言要温和，行要温和，要善良，要恭敬，啊，要节俭，啊，对自己要节俭，对别人要大方，要能行布施，啊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。啊，最后要懂得让，啊，要礼让，啊，看到有比我更能干的人，我愿意把位置让给他，这是大功德。我要做的，他代我做了，啊，我要感恩他，我要协助他、帮助他、完成他，为什么？那是我们的愿望，他替我做了。啊，这十个字好记啊，贪嗔痴慢疑，温良恭俭让，念念不忘，时时刻刻反省。啊，晚上睡觉之前反省，我今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有没有跟十个字相应？这是真因修行。啊，比每天坐在佛像面前诵经拜佛功德还要殊胜呢。
我们以这个功德啊，信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以这个功德回向往生，你说能不能往生？肯定往生。啊，念念把众生的苦难放在心上，跟阿弥陀佛一样，阿弥陀佛就是救苦救难来，我们跟阿弥陀佛一个心，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建好了，啊，学校有了，老师有了，我们到处招生，到处鼓励大家到极乐世界去，这善本啊，称名念佛了。那点广行诸善，回向得生啊，凡是正法，凡是传统文化，不是负面。我们都要做啊，随时随地遇到了都要做。啊，如果只是行世间善法，把往生这个事情耽误了，那很麻烦，还要搞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里头，不说别的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啊，障缘从哪来的？就是冤亲债主上来的。他来障碍你，他来诱惑你，他来破坏你，难呐，太难了。所以经不能不讲。讲什么？劝导大家，每24小时，啊，讲2个小时，这2个小时提醒，不能少。啊，1个星期不讲经，1个月不讲经，造作那些恶念、恶言、恶行，自己都不知道，啊，非常可怕。